一般到目镜行来配一副目镜，可能要开几啊千块。为了要帮助进来弱势家庭的学生，主办单位首度来办理免费视力检查以及配目镜的全套服务。因为机会难得，现场吸引真侪家长带学生来参加。咱即个宣扬咱即个三观大地即个性德甲自卑吼，啊，要办即个活动吼，咱一寡清寒学子，来当即帮助伊视力，来当更加健康，啊，对即读册方面啊有更加加分的作用。主办单位这次邀请中山医学大学合格验光师，并且采用专业的验光设备，为学生来检查视力。如果发现学生有近视、远视、弱视等的问题，也免费提供镜片和镜人为学生来配目镜，来检查目睭。哦，这样不行哦。嘿，真好啊，办这活动真好。觉得这样的服务怎么样？还蛮好的。来自南投草屯的目镜行头家表示。因为本身是旧办会的成员，为了要弘扬三观大地的宗教精神，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来北港服务。啊，嘛感谢咱吼啊，北港啊，赵连江吼啊，金明去三观大地有点啊，给咱这个机会吼啊，阮南投草屯啊，精彩光目镜公司啊，中山医学大学这些视力健检吼啊，来替这些啊关怀学童。视力检查除了免费为学生配目镜服务，现场更会安排三观大地拔杯祈福送奖品的活动，让学生向神明来祈求学业进步。另外，关怀行动图书专车服务也提供小朋友来借书读书。记者黄荣坤采访报道。